大家好，欢迎回到《宋时新语》。我们今天啊，继续来深入探讨啊，印度航空 AI 幺七幺空难的调查进展和专业分析啊。正像我们之前讨论啊所达成的共识一样啊，这一架飞机无疑是在起飞的时候遭遇了严重的运行问题啊，而且从各种迹象来看，双发失效可能性是最大的啊，这就最终导致了这种令人痛心的这个悲剧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局面啊。 专业界和公众啊都在积极寻找事故的真相。那我最近啊也大量的阅读了不同专业背景的评论和洞察，主要呢是英文的 YouTube 频道啊，包括史蒂夫机长等等啊。但是华人频道啊我是基本不引用，因为不少人呢为了流量啊就刻意的存在某些偏见，这个就可能让我们的思考呢进入误区。那接下来啊我们会逐一解读啊来自行业内部的这些宝贵的观点啊，并且呢结合我们之前的讨论。 哎，力求客观公正的啊，来分析这个事故的原因。啊，首先看一位来自空中客车维护工程师，叫 Windy w a r r a 啊，他的见解。我们看这位空中客车维护工程师啊，他开门见山就指出啊，大家似乎都认同一点，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双发失效，这背后一定是一个影响两台发动机的共同因素。那在他看来啊。 使得这个可能性范围，哎，就是缩小到了燃油问题、电力系统故障或者飞行员操作这三个主要方面。那在燃油方面啊，这位工程师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反驳点，他承认啊，所有的燃油啊可能啊来自同一批次或者同一辆加油车，但是飞机的设计是什么呢？每个机翼的油箱独立的为各自的发动机供油。 更关键的是呢，两台发动机在失效前呢，都已经正常运行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同时失效的。所以他认为啊，从统计学和机械原理来讲，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燃油污染就导致了两台发动机同时在起飞的关键时刻熄火，那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这和我们之前对于燃油污染啊作为单一原因的这个谨慎态度是不谋而合的啊。 那第二个呢，是基于这个燃油污染的低可能性，它强烈的倾向于呢影响两台发动机推力控制的电气故障。然而啊，他还没有止步于此。他说呢，进一步指出啊，这个理论自身存在的难题。他解释说呀、啊，呃，据他所知啊，所有的发动机都配备有永磁交流发电机 （PMA）。这个 PMA 啊，就是永磁交流发电机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件啊。 呃、啊，它可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发动机内部的小型独立发电机。哎，它不依赖于飞机的主电力系统，而是直接通过发动机的旋转来产生电力。这个电力啊，专门用于为发动机大脑啊，就发动机控制单元 ECU 来供电。那么，什么是 ECU 呢？就发动机控制单元呢，就是发动机的电子控制核心。 啊，他负责实时的监控和精确控制发动机的各项参数，包括燃料流量啊、空气比例啊、涡轮转速啊，啊等等啊，从而实现对推力的这种精确的管理。所以这个工程师就指出啊，由于 PMA 独立供电给 ECU，那么并且驾驶舱的这个推力杆是硬连接到 ECU 上的，这就意味着呢，即使啊发电机的 就发飞机的主电器总线完全失效，也不应该导致推力指令丢失或者发动机失去动力。那尽管如此呢，他还给出了他自己认为最好的猜测，就是电子或者软件相关的故障导致了指令性的燃油饥饿，哎，而不是实际的燃油不足。啊，那这个概念还是非常的啊，让我们就是深思的。它意味着燃油本身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控制燃油供应的电子系统或者软件出现了故障，出现错误，哎，它向发动机发出了错误的这种关闭或者停止供油的指令，从而导致发动机停止工作。就像发动机被命令了，你得饿死啊！那他还谨慎地补充说呀，啊，甚至不应该排除蓄意破坏的可能性。那这个我们在第一次视频中也讲了这种可能性，尽管概率是比较低的。 那紧接着呢，有一位来自啊，就是拥有计算机科学和航空这么一个工程师的这么一个双重背景的专家叫，叫 Delock It，啊，他提出一个同样深刻的观点，他指出啊，我们讨论了许多硬件和物理层面的问题，但有一个关键点常常被忽略，那就是软件异常。他承认啊，现代飞机，比如像波音七八机。 无疑，它是拥有三重荣誉的这种管理系统 FMS 啊，三重荣誉的飞管系统啊，就意味着飞机上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啊，控制飞行和发动机的计算机，都有至少三套独立的功能相同的设备在同时运行，或者是热备份啊。如果其中一套出现问题，其他两套就可以立即接管，从而极大的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但是啊，他强调了共同模式故障就。 Common m o d failures 的存在，所谓共同模式故障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预防而且危险的问题。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啊你的系统具备容易设计，但是如果多个啊甚至所所有啊容易组件都受到了某个相同的原因而同时失效，那就是共同模式故障。那这个共同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第一，设计缺陷，比如软件代码中存在一个 bug。 在特定的条件下，所有相同代码的荣誉系统都会触发这个错误。那第二个就是环境因素，比如说某种特定的独特的电磁干扰，哎，同时影响了多个看似独立的系统。第三个呢，就是输入数据错误。如果一个关键传感器啊，它提供给所有荣誉系统的数据本身就是错误或者被损坏的，那么所有的系统都会基于这个错误数据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所以这位专家认为啊，系统输入呃这个破坏性的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模式故障，从而引发、啊、双发失效。啊，他这个观点啊和前面那位工程师提出的电子或者软件相关的故障导致指令性的这个燃油饥饿这种猜测，应该说是不谋而合。但共同把我们对事故的原因啊这种探讨引向了更深层次的，就是飞机电子控制和软件系统的。 这个层面上啊，还有啊，为了回应啊，我们说之前关于燃油污染的这个讨论呢，有一位飞机加油专业人员啊，他就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航空燃油从生产到交付飞机过程中所执行的这种多种的关键质量控制检查啊，啊，那他详细的列出了是六个步骤啊，第一就是务实检查，那么。 目前还、啊、要对燃油油品啊进行肉眼观察，确保无水、无垢、无颗粒物。那第二个呢，就是化学水检测 （CWD），用高精度的胶囊检测燃油中溶解的水分，甚至能发现低至十五 ppm 吧、啊，就是百万分之十五的这种水污染，以确保燃油保持绝对纯净。第三个呢，就是燃油密度测量，哎，测量燃油的密度，确保它符合哎。诶 就是这个 Jet A 一燃油的这种标准范围，呃，任何偏差啊都可能显示出污染或者混合。那第四个呢，就是加油过程中的持续监控啊，在整个加油过程中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目视和化学检查都会重复进行，那么确保燃油质量啊是始终如一的。那第五个呀、啊，就是自动水检测系统啊，比如说。 呃、uh,，AF God 传感器，他们在燃油输送过程中啊，就实时的检测水含量，啊，就是零到五十 ppm 范围内，一旦检测到了不安全水平，就会自动停止燃油输送。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叫燃油量啊，它的重量的验证，就是通过测量燃油的比重啊，将实际交付的燃油和这个燃油体积和飞机上显示的燃油重量进行交叉核对。 任何差异都需要经过认证啊，就是飞机维修工程师 AME 进行检查。所以啊，这位专业人士他的这个详细解释啊，就极大的我们强化了燃油污染作为单一直接事故原因的极低,低的可能性。啊，他向我们展示了航空燃油从始至终所经历的是极其严密和多重荣誉的这种质量控制体系。这就意味着啊，如果燃油真的被污染，那将是。 多道防线、多项这种高科技设备同时失效的极端情况，还不是人啊、哦，是传感器。那它的污染啊，这种概率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几乎可以排除常规意义上的污染问题。这点我还要再说明啊，因为如果自己觉得印度人不讲卫生啊，所以他们的航空汽油里边就有大便，这样的逻辑你想得有多感人，是吧？这个把事故啊归咎于。 基于我们刻板印象的这种不结，这种推测是，多么的荒谬和无知啊！因为航空业啊，卫生和质量控制方面是有全球最严格的标准的。所以啊，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啊，这个结合我们前面分析，以及幸存者的证词，以及这几位专业人士的这个。 深入解读，我们可以勾勒出啊，对于印度航空 A I 幺七幺空难啊更加详致、这种详细的这种推测啊，啊，那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的，第一就是机组人员的低级操作失误，比如说错误的收回襟翼或者起落架等等。所以多位飞行专家都已经强调了，现代飞机的系统设计和飞行员的训练水平，使得这种低级错误导致灾难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幸存者也感受到了推力增加，就进一步排除了起飞前已经完全失去动力的这种可能性。那第二个呢，就是常规燃油污染啊,啊，那么基于专业的这种加油专业人士的详细介绍啊，航空燃油的这种质量控制体系是这么严密，而且多重冗余，是吧？以至于如果仅仅因为常规的啊燃油污染就导致两台发动机同时失效啊，这在统计学上也几乎不可能。 那么，其实我们最需要关注和深入调查的是这种完美风暴的情景。就目前最有可能，而且相互交织的推测呢，就是指向一个多重不利因素叠加的这种连锁的多米诺效应啊，而不仅仅是单一原因。比如说，一极端环境和这个气阻风险的叠加啊，呃，那么在事故当天啊，呃，这个有极高的温度啊。 那么这种极高的环境温度，比如四十三度，它是重要的这种背景因素。更关键的是呢，如果飞机在高温下快速的周转或者长时间的停放，哎，那么机翼油箱内的燃油温度可能会进一步的升高，甚至接近或达到它在低压下的气化点。那在起飞的大推力、燃油需求极高的这种情况下，如果高压油箱的增油泵出现问题，就是无论是 故障还是被控制器关闭，发动机啊就被迫依赖它自身的这种吸入式燃油泵。这个时候啊，吸入泵为了满足啊巨大的燃油需求呢，会产生强大的吸力，从而显著的降低燃油管线内的内部压力。所以高温加低压，哎，正是形成这种气阻的完美条件。气阻啊一旦形成，液态燃油的供应就会中断，发动机就可能迅速熄火。 那第二个呢，就是燃油泵控制器和电源冗余的潜在的缺陷，这个可能是引发刚才说的这个完美风暴的关键的触发点。哎，有评论者就怀疑啊，波音七八七的燃油泵控制器和泵电源冗余可能存在设计上的这个薄弱环节，比如说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啊，飞机出现了电力过载症状，比如说空调间歇性工作、灯光闪烁，控制器为了。 点载而错误地关闭了部分高压油箱的增油泵。哎，如果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这个电力闪烁，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了这个剩余燃油泵的供电。哎，甚至导致被关闭的荣誉泵啊无法正常恢复。所以，这种系统层面的决策错误或者不足，可能正是导致燃油供应中断的一个直接原因。第三个啊，就是电子或者软件异常导致指令性的燃油饥饿。 刚才我们说，两位不同背景下的工程师啊，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飞机高度复杂的这个电子或者软件控制系统啊。即使呢，飞机有三重冗余啊，那如果软件断码本身就存在共同模式故障的缺陷，或者呢，系统接收了损坏的数据，那么所有的冗余系统都可能被误导，所以这就可能导致啊，系统在不应该发生的时候呢，向发动机发出了停止供油的这种指令，造成了。 指令性的燃油饥饿，而这种故障模式啊，比物理故障可能更加隐蔽或者复杂。所以从上边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印度航空 AI 幺七幺的这个空难的真正原因啊，很可能不是单一的机械故障或者人为失误，而是一系列看似独立的异常情况，在极端操作环境和飞机的特定系统设计啊，特别是燃油泵它的控制、电源管理或者软件逻辑这种特定的薄弱环节，这个下面。 巧合地串联成了一场灾难性的完美风暴啊，就使得这个事故调查会变得异常复杂，需要深入到飞控系统、燃油系统、电力系统以及软件代码的每一个细节去寻找真相。当然了，我们说所有这些啊，都是基于现有公开的信息和专业的推测啊，你或者说猜测是吧？最终的官方调查结果呀、啊，才能给出这种权威或者确凿的啊这个解释。但是我们相信呢。 通过这种开放、深入的这个专业讨论，哎，能够促进啊航空安全领域的这种思考和进步，也能让公众啊对于航空业呃这种安全性有更全面的理解。那尽管这个事故啊是让人痛心的，但是全球航空业还是在不断的学习或者改进飞行啊。坐飞机依然是目前最安全的交通方式啊。所以这是宋石金宇啊给大家做的一个新的。 介绍啊，我们是一个关注科普和灾难叙事的小频道。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啊，请订阅、点赞啊，或者打开小铃铛，是吧？如果您能留言，我是感激不尽的啊。只要你不骂人，那我都不会删帖。谢谢，再会。